这个地方可以这么讲吧，全网任何一个人都没来过的地方，是一片净土。看这风线，放射线根。路上守着来，来人。放射台。这里有辐射。哎，像这种地废弃的地方，辐射还能有了不？指定有，我以后还打算要孩子，我不能进。有放射鬼没？你进去吧，你已经能绝育了，没事儿。有放射鬼没？我这还有放射鬼呢。就是放射死的鬼，它就叫放射鬼。进。快点！有辐射啊！我以后我还得成家，你要我就数三个数啊，三。妈了个逼！竟然我打头！你这个他妈导盲犬！我的力气！路上导盲皮都麻了。那边！我操！关在那边。这个瑶瑶应该能懂啊，他懂个鸡巴嘞！他说：“你有嘴巴说这几亿得值上百万，要让你拿家去。”这个是 X 光，这个是 CT。X 光，告诉你是 CT 就是 CT。X 光，我操，这什么鸡巴东西？这啥玩意儿啊？你看能打开吗？我。快点！你看这屋，我看着没，长白毛。这里都不是啥好事，这里指定有辐射。打开看。那谁他妈能打开呀？有人来。这怎么这么像棺材呢？是关门走官运，他做的像棺材形似的。这家人信风水。有鸡巴病人，这嘎出去不行啊！都走多走那几步道了，不行，谁家开门呢？哎呀，我操你妈！这里头真吓人呢！这啥意思呢？这就是手术室了，我没猜错，这肯定是手术室了。这老医院了，这瞅这种建筑，你能看出来这很老很老的医院了。这医院怎么能有台球案子呢？这里太挤人了，四个小床，有皮床，这怎么敢监狱了吗？都锁着呢，别提别提别提啊！哎。这种床医院也没有这种床，而且医院上面不得还有吊环啥的，打滴流打点滴。精神病他打鸡毛药啊，都打屁针啊。精神病啥这家不有啥锁链子啥的吗？那都没有了，现在。2020什么意思？我操！我操你妈呀！啥人啊？我操！我他妈听错了，怎的？嗯。那边有啥呀？没啥人。
还有乒乓球呢。为啥都锁上了？这边他妈全锁上了，为啥呀？一楼的这边锁的，这边是他妈精神病房，带他妈铁栏杆的。哎呀，我操！我知道了，这边应该是他妈的，这边是诊断的，诊断的，这边是他妈的精神病的。你看带他妈铁链子的吗？里边是锁着的，链锁。这应该出现事故了，所以他这边全都锁上了。这他妈带上急救室，啥呀？我操！啥玩意儿啊？你撞哪了？哎呦我操！这他妈是谁呀？这太牛逼了！这个，我操！幸亏我没看着。啥声啊？什么声啊？谁？是什么叫吗？这什么声？就吓我用火车这屋是干嘛的？火车声。刚才那是啥动静？现在这边有人哭声，这小孩声，这小孩声。我去你妈，这怎么还能上呢？我说还能不上呢？这全说着呢。啥声？资料吧。别好像楼下呢，这是外边的，这里边有没有？哎，我操！完了，这感觉是内容线钻出来的。这是猫，不是？冤了拉生的声，特别冤的声。哎我操你妈，这声应该是在楼下。不是楼上。咱四楼没来。那边锁的是吧？对。有人吗？我去你妈的！这是咱俩的猫吗？
这个劲儿不是多。哎呦我操！我操！我操你妈这！谁他妈叫我操你妈这边吗？你们又没听着？老大声了！我操你妈！我俩好像他妈给结界里呢，老大声了，你们听不到。咱俩他妈听的他妈的汗毛都立起来了。我就感觉这个声就在咱俩周围一样。不行，要有了！我去妈逼！这回听着吗？我这他妈我这个地方他妈一丝我也待不了了，这我闷的。行。葬人是吧？我操！刚才你那一推，他动了呢。咱现在走到顶了，这顶已经到顶了。操他妈的，这气屋里，我操！刚才不就是这一个屋有？啥呀？刚才有，进！刚才红红的走了过来，我这左眼睛他妈好像被进东西了，出来。因为有个小白眼过去了，你应该看的是这东西。操你妈呀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蝙蝠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蝙蝠！操你妈！滚！我操你妈！后面有人不？后面有人？谁呀、啊？别操！别操了！操你妈的！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就这事儿啊！妈的，就这事儿！我就前面这屋。这屋，我操你妈！就
我操！我操你！谁呀、啊？这里啊！我操你妈！这不对劲儿啊！哎，你都是关着。师傅，那里头是鸡巴啥呀？我操你妈，是关着吧？这操你妈，这屋！真他妈的，这门里的正锁，他妈肯定没对劲儿。操你妈！你要说是风，我也承认他就是风。窗户没开呀，里头他妈的全是死的，这里头是啥呀？这屋人跟别的屋不一样。操你妈，老哥，我不想待了。这他妈医院，我他妈最他妈膈应。别啄、啊，有事你说话，要不只要你在就行。啊！